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章的笔记啊，有什么样的重点啊？首先呢，我们的9.1呢就讲到人体的消化系统，主要呢它分成两个部分呢，一个是消化道，一个是消化腺。怎样去区分呢？消化道呢是食物会经过的，消化腺呢是会分泌一些消化液的啊，所以是分成这两个部分呢。消化道来讲呢，我们就讲说食物会经过的啦，像口腔啊、咽到食道。胃、小肠、大肠跟肛门，好，然后呢，这里没有讲到消化腺呢。消化腺的话呢，有五个啦，我们稍微讲一下啦。消化，五个，第一个是唾液腺，然后有唾液，胃腺有胃液，肝脏会分泌胆汁。小肠的肠腺会分泌肠液，还有胰脏啊会分泌这个胰液啊，所以这五个消化腺。那我们的消化呢，又有分成物理性的消化啊，主要是食物的研磨、搅拌，然后呢让这个食物呢跟消化液呢充分的混合过后呢，并不断的往肛门的方向呢推进啊，推动的作用。哦，为什么？哦，OK，我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来分了。因为消化道呢，一般上呢是进行物理性的消化，那消化腺的话呢，就会进行化学性的消化。所以化学消化腺呢，就包括了唾液五个啦，唾液腺、胃腺、肝脏胆汁的，然后胰腺、肠腺。虽然你讲说老师肝脏又没有那个。肝脏没有酶，然后它会乳化脂肪，它是消化腺肯定没有问题啦，但是它算不算是化学性的消化嘞？这个我又不晓得哦，因为它变成就有点像是水溶在水盐溶就有点像糖溶在水这样子，这种算是物理性的变化，对吧？溶解是物理的，这样如果是油，把它变成小颗粒的油，好像不算哦。OK，不过一般来讲呢，消化腺呢，当然除了这个肝脏以外呢，其余的都会是化学性的消化啦。OK，所以化学性的消化呢，分泌呢会会，哎，一般上是分泌各种消化液，消化液里面呢含有各种的消化酶，而酶呢，就会把这个食物里面的蛋白质、淀粉、蛋白质跟脂肪呢分解。那这个分解过程呢，我们就叫做化学性消化。OK，再来看口腔的部分呢，我们有这个牙齿了，好，也算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成员之一。那人呢，一共有两组的牙齿，幼儿的时候长出来的是乳牙，有20颗。那6岁过后呢，就乳牙就会开始脱落，过后呢就会换上恒牙，总共32颗，最后的4颗呢，我们叫做智慧牙，对吧？俗称智慧牙，不过这一边呢，我们叫它智齿。有一些人呢不懂是嘴巴太小啦，还是这个结构呢有点没有用啊。所以脸呢，我们的人的又要。爱美啦，哦，现在的人呢还要削骨啦，脸越来越小啦，所以有一些人的脸不，甚至是不够位置长了，而且长出来那些都长不美，很像我的也是长不美，没有多少个人的智齿长得美，所以呢，就是这智齿呢，就其实我们发现到智齿好像是开始有人哦不长智齿啊，有些人就开始。好像终身都没有长出智齿来啊，所以这个可能再过多几代人呢，你会发现到，哎，智齿好像就不没有在啊在人间出现了，OK，有这样的可能性了啊。牙齿呢就可以分成门齿、犬齿、前臼齿和臼齿。那门齿呢是切断食物，犬齿是撕裂食物，前臼齿呢可以帮助犬齿撕裂食物。帮助臼齿捣碎那个食物啊，所以它是 hybrid 啊两个功能的。那臼齿是捣碎食物的啦。
那牙齿呢分成了最外层叫牙釉质，牙釉质里面呢就是牙本质，牙本质呢就是组成这个牙齿的主体啊，主体结构里面呢有这个什么腔隙啊，里面腔隙呢又含有这个牙髓，牙髓呢就是小血管呐 还有这个神经在里面的啦。OK， 那外面呢就是包着这个牙釉质，牙釉质就是人体最坚硬的结构。然后呢这个最常见的牙棘呢就是那个蛀牙啦。这个我也不是忘记讲念了，打完我就忘记了。OK， 蛀牙啦哈，我还是叫它蛀牙。OK， 牙齿的部分，老实说牙齿的部分好像没有什么考过。OK， 所以不用太在意了哈。那再来胃是暂时储存食物还有初步消化蛋白质的功能。来小肠的话呢是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场所。OK， 然后呢它分成三段呢，第一段呢是十二指肠，再到空肠，再到回肠。小肠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环形的皱壁，皱壁表面呢又有许多的绒毛凸起，然后我们就叫它绒毛。每一根绒毛里面呢都有分布着丰富的毛细血管还有毛细淋巴管，那这些管壁呢都很薄我叫它管壁管壁都很薄。然后呢大肠的最开端呢就叫阑尾阑尾呢其实是一个退化的一个结构了然后呢它的这个食物的残渣呢还或者是寄生虫如果不小心掉在那边的话就会引起发炎我们就叫它阑尾炎以前他们叫盲肠炎。Okay， 盲肠跟阑尾我觉得就是在附近它有差别的。那根短短退化的结构叫阑尾。大肠的最开端阑尾上面 attached 的阑尾这个开端比较大的那个位置呢叫做盲肠。OK， so 一般上是阑尾发炎啦，不会是盲肠发炎，盲肠的部分会比较大一些。不过我们每次叫它盲肠炎，盲肠炎。然后呢酶是什么呢？酶是有催化能力的蛋白质。蛋白质在一定的条件下适宜的 pH 值，适宜的温度，然后呢将复杂的大分子物质呢就会分解成简单的小分子物质。 OK，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消化是在哪一些场所有消化，哪一些场所有吸收。消化来讲呢在口腔呢就会有淀粉唾液淀粉酶就会消化成麦芽糖。胃的话呢是蛋白质消化成多肽通过这个胃蛋白酶。小肠来讲呢它是有酶将淀粉转换成麦芽糖，也有酶把麦芽糖转换成葡萄糖，也有酶将蛋白质转换成多肽，也还有酶将多肽转换成氨基酸。这个脂肪来讲呢通过胆汁呢它就可以把脂肪呢变成脂肪微粒脂肪微粒过后呢再通过酶一般上是脂肪酶就可以把它消化成甘油和脂肪酸。大肠那一边是没有消化的，大肠没有消化任何东西。吸收来讲呢口腔甚至食道都不会吸收，然后呢在小肠在胃的话呢有少量的水、无机盐和酒精那小肠的话呢有这个葡萄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水、无机盐跟维生素。那在这边如果你要再详细分的话就是哪一些会进血液，哪一些会进毛细淋巴管的话，进血液的是水溶性的，有葡萄糖、氨基酸、水、无机盐和维生素 B 和 C。 进入毛细淋巴管的话呢是甘油、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ADEK。 OK 这样子来看，那大肠的话呢是吸收水、无机盐和维生素啦。
OK， 也是少量的啦。OK， 所以左图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从口腔、经咽到食道、胃，啊，胃了之后十二指肠，空肠、回肠都是在小肠，过后呢去大肠，然后呢才到肛门。消化腺来讲呢有五个啦，口腔那边有唾液腺，肝脏有分泌胆汁，胃的话呢有胃腺，然后胰腺啊，还有肠腺，这五个。肝脏分泌的胆汁没有酶啊，没有酶的。OK， 唾液有淀粉酶，胃液有蛋白酶啊，其余的话呢，肠液跟胰液呢是全部都有。那右图呢就是那个吸收的，消化跟吸收的。那淀粉的话呢，在口腔就会消化成麦芽糖，在小肠呢就会麦芽糖变葡萄糖。之后你会看到呢，它往左的，对吗？它往左进入循环系统。氨基酸呢，就是蛋白质分解在胃那边分解成多肽，再在小肠那边从多肽呢再分解成氨基酸，也是往左，看到吗？也是往左。过后呢，我的脂肪来讲呢，第一个消化的地方呢就是在小肠了。它把这个脂肪呢变成脂肪微粒，再变成甘油和脂肪酸，进哪里呢？不是进左咯，它进右。所以换句话呢，就是左边是血液，右边是淋巴管的意思啊。所以这里两个箭头去啊，一个去左，一个去右啊，它有讲究的啊。它不可以讲说，哎，反正就是进循环系统，我这边全部往左，不行。又或者是这个氨基酸进右边也不行，哎，必须要进左边。All right， 再来的就是消化呢，是我们人体的消化道中的食物分解成能够被身体利用的小分子化合物的过程啊，这个是消化。吸收的话呢，是食物中的水、无机盐、维生素，然后呢还有一些经过消化的一些小分子营养物质，如葡萄糖、氨基酸、甘油跟脂肪酸，就通过消化道的上皮细胞呢进入血液和淋巴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叫吸收。 OK， 什么是排遗呢？粪便由肛门排出来叫排遗。便秘是什么意思？屎便在大肠里面存留太久，干硬不容易出来，这个叫便秘。 OK， 这个牙齿的最外层牙釉质，中间牙本质，在里面牙髓，其实它有分成牙冠、牙颈跟牙根也是分成三个部分的。OK， 这个是绒毛来的，绒毛外面的这个呢是毛细血管在中间那个呢是毛细淋巴管。OK， 大概是这样子。